柔佛在2014年将周休日改为星期五和星期六，但是私人界没有跟从。是的，周休是不同，导致父母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共聚天伦。柔佛政务大臣拿督温哈菲兹今天宣布，州政府会重新检讨周休日。Mendengar keluhan rakyat mengenai cuti hujung minggu yang berbeza untuk pihak kerajaan dan pihak swasta,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gkaji semula perkara ini agar ibu bapa dan anak-anak dapat berehat pada hari yang sama. 温哈菲兹今天在新山出席活动时表示，不少州子民反映政府和私人领域周休日不同带来的困扰和问题，因此州政府决定重新检讨。他会在州政府达成最彻底的解决方案后宣布详情。柔佛州苏丹伊布拉辛陛下是在2013年11月23号宣布，从2014年起，柔佛周休日改为星期五和星期六，落实至今已经8年半。